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安排观看释迦上人觉光远照的纪录片，还有去年在香港追思会的。也一个记录承德自己感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的慈悲智慧越了解我们的真诚恭敬心就越高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老人家一生，弘法60多年了，为了谁呢？为了众生呢？而承德自己感觉，为了我。为了来度我，读到劝发菩提心文，经文说到，生生世世随主与我，心无暂舍。佛菩萨如是老和尚对承德这个不受教的弟子也是如此的慈悲体会到这一点呢，就觉得这一生呢，不能再辜负他老人家要更用心呢，珍惜这一段师生的缘而这个纪录片呢，也是老人家演出。一生怎么修学佛法？怎么弘扬佛法？甚至于是怎么利益社会、利益世界？那这纪录片里面呢，都有老人家他慈悲智慧的做法。那我们。记住他老人家的身教跟言教，那首先我们要自省自立，也是要成就自己，提升自己，进一步可以去化他，跟老和尚配合，同台演出，利益当前跟后世的众生。以师智为己智，大家想一想能往生的人呢，是不是老和尚的好弟子呢？不是好弟子，能不能往生？你们说的你们说不能往生，往生就是成佛呢。假如都不孝敬、不尊师，那这个要往生，我很难。你看老和尚点出来，修行的基础是三福。那第一福是更基础了，叫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奉事师长就。表现在依教奉行听他老人家的话，处事真的是真诚、亲近、平等、正觉、慈悲，用真心我们平常处事不用真心，跟这五心不够相应了，
那就是不听他老人家的教导了。哦，那这一念心就有造业了。哦，一念心是差别很大了。用真心是积功累德。啊，不跟五行相应，可能就跟分别执着相应了，那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我也常跟同学们共勉的哦，我们遇到老和尚这一生成佛的机缘成熟哦，但是也得听话了。老和尚说：“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哎，随缘消旧业哦。面对逆境恶缘呢，都是消业的时候，不能怨天，不能尤人，哎，这个罪业就爆掉了，消掉了。哦，那不再造新殃呢？啊，那不再造身口意。三业了，那尤其意业是根本的，这个身口啊是从意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有轮回心呢，就有轮回的言行了，哎，我们一不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可能又要再造新殃了。啊，又种轮回的种子喽。哦，所以，要把自己的念头护好哦。常住真心啊，这个老和尚也讲经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记住他老人家教诲啊，他就加持我们。我们就能常保正念，这个是自省，还有化他，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我们虽然很希望啊常保真心呢，但也不容易哦，三时系念说。须臾备念佛之心，哎，下一句大家记不记得？三时系念不能白做啊！中峰禅师这些教诲啊，对我们当生成就特别有帮助刹那即结业之所。我们虽然知道啊，要用真心呢。可是毕竟轮回的时间久了，一不念佛啊，就打妄想了。所以印光祖师才提醒我们：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老和尚又举了榜样给我们。海贤老和尚，他20岁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了。夏莲老、黄念老要教导我们：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哎，大家听过黄老这一句教诲没有？听过的请举手呀。好，听过哈，请放下。请问你们现在手上有没有佛珠？幸好我有带哈。承德举这一句就是我们观察自己。你看这个黄老说了，若要佛不离口，请问大家希不希望佛不离口？很希望哈，必须。猪不离手啊，那我们听完了，哎，手上没有佛珠，没有计数器，
那就是我们听祖师大德的教诲啊，听完教诲还是教诲，我还是我了。那要遇到他们的教诲啊，容不容易啊？哦，你看在法兰克福能遇到他们的教诲有几个人呢、啊？很少了吧？那这么大的福报哎、啊，才能遇到他们的教诲。啊、哦，这些缘分都不是偶然的哦。哎，知福、知缘，要惜福，要惜缘呢？怎么珍惜？照着做了。好、哦，而且你会越做啊，越觉得讲得太对了。哦，比方说刚刚说的。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哎，你真的去念哦，念念念，哎，关照到自己不念，真的打妄想。哎，你真的拿佛珠念了，观察到啊，一不拿，妄念就特别多。拿了呢，一按就提醒自己要念佛，要念佛。老和尚说：“分秒必争。”啊，黄念老说：“念一句呀、啊，抢救一句呀、啊，因为你不念一句啊，就打一个轮回心，造一个轮回业嘞。所以是抢救自己的法身慧命啊。”哦，我们这一两天也谈到了，师父领进门。啊，这些祖师的教诲，老和尚的教诲，领我们进门了。修行靠个人，自己要检查，哎，有没有把这些教诲放在心上？有没有把这些教诲付诸实行？那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啊，right now 啊，哎，这个德国当下怎么讲？受不了哦，好，哦，有好几个说法都可以，哎，哦，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哦，啊，老和尚是我们一直的老师啊，我们每天不要忘了他的教诲，不要忘了熏习他的教导，啊，同时也要。善有为一啊，这个是藕益大师的教导。净色明啊，有四条，对于末法众生很重要啊。净土为归，这第一条大家有没有归心似箭呢？哎，什么时候去极乐世界？Right now 哎哎，yes 是吧？哎，这个比较好学。哎，三十系内也教了，遍救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以贤慈，有没有？你今天就往生了，阿弥陀佛已经嫌晚了。啊，傻孩子，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啊，不忍心我们枉受一天，甚至枉受一刻轮回的痛苦。啊，阿弥陀佛，同体大悲哦，哎，不忍心。哦，所以净土为归，要归心似箭，这个得自己检查，自己勘验。还有很多人事物啊，会动我们的心呢、啊。那这个不是归心似箭哦。对很多人事物啊，啊，还有挂碍，还有贪恋，啊，甚至还有对立哦。这个对立就是打得火热喽。啊，这冤家路窄啊，啊，在那里
这个互相缠绵的啊，互相障碍了。所以要看破世间呢，不能再搞轮回了，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净土为归，持戒为本，我们在纪录片当中看到的孝亲尊师是戒律的大根大本，观心为要。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之后是善有为依，依重靠重，大家互相提醒，好，那这个正修是念佛，助修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师长有提到普世的教育，我们发大心、担使命，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乃至世界尽一份我们的义务。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听到我们一位同修有公众号来介绍德国的美，现在大众生活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们把自然跟人文的美介绍给有缘的人，他的心灵可以有所歇息，有所宁静，当然进一步他的心要真正完全安定，没有烦恼他得要理得心安哦，这些世出世间的道理，他明白了，他遇到什么事？他都是提起理智，提起真理他就不容易生烦恼了。所以这个助修呢，老和尚说，普世的教育推展伦理道德人耻于作恶；推展因果教育人不敢作恶。尤其我们中华儿女你把传统文化佛法介绍给他，他接上5000年老祖宗的智慧了。这个时代变化很快哦，那个复杂度比100年前不知道复杂多少哦。用个人一生的经历要来解决现在所面对的家庭社会问题不容易哦，要接上5000年的智慧才解决得了。我们芸诸众生视若自己，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供养给他们，珍惜跟亲戚朋友、跟有缘众生的缘，这是推展普世教育，还有推展宗教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这个可以让世界再走回安定和平。这是老和尚为这个世间开出的救世的法药哦。那老人家有智慧开出来，他也带头尽心尽力做了。现在这个棒子交到谁的手上了？哈喽，你们接不接？要接哦，不接你要逃到哪里去？遇到了要见义勇为，见义不为，
无勇也。哎，遇到了，随缘随份随力，我们尽我们一份心嘛，又不是要什么轰轰烈烈啊！我们早上说到了，不是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啊，尤其老和尚还提醒了，你不能急于求成这要3到5代人的努力呀。岂能尽如人意呀？但求无愧我心呢？我没有愧对我的良知了。所以我们传统话很可爱的，莫以成败论英雄。大家一想到忠臣，想到谁？岳飞啊，岳飞有没有？最后。没有阿弥陀佛您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民主社会大家可以探讨好，这个私底下探讨好了不是，但岳飞不没有愚忠啊，他也尽了力了但是毕竟一件事情有主有伴。岳飞只是配角，谁是主角？皇帝呀，在那个姻缘，他的权力最大了，但是他要负的因果也最大哦。所以这个，您说，这个，我们处后人之时啊。我们处在后世了我们可能处在他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能远远不如他的做法。有时候形势比人强啊。其实这个往往那个时候的一个复杂度啊。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做事我体会就像了凡四训说的，善事常易败，善人常得谤，成就一件事万法因缘所生，大家注意哦，在这个因缘当中你缺一个条件。可能这个好的结果就没了，所以你真体会到了，你会很珍惜姻缘，而且你不忍心批评别人的姻缘，因为你体会过很难。我们看这个纪录片老和尚的人生过程只要有一个条件没有了，可能老人家的这一生的弘化。就可能告一段落了。比方说，3个老师缺一个行不行？不行。没有韩馆长护持行不行？不行。没有父母的教育行不行？没有送到姑妈家读私塾行不行？哇，你看，还有师父遇到韩馆长以前已经经过10年了。那10年过程呢？哇，我们感谢台湾有15位居士每一个人出10块护持师父10年了，才遇到韩馆长这个过程不容易哦。老和尚还睡过火车站哦，没有这些护持老和尚说只有2条路一条还俗，一条感经忏哦，那这个。弘法的事业就成就不了，你从师长老人家看到因缘不易有，我们要珍惜，然后我们自己在因缘当中要修忍辱为大局着想不能轻言放弃哦，纵使生子诸苦中，
如是愿心，永不退。好，哦，所以岳飞、孔明，哎，他们最后，哎，没有复兴汉室，哦，没有把金兵最后把还我山河实现了，可是他尽力了，后世历史对他高度肯定，他尽力了。尽力就是圆满了，哦，所以这个《了凡四训》里面，魏忠达，哦，你看他一念，君子一念，已在万民。事情最后能不能做成呢？那有他复杂的因缘，可是你那一念心是纯真，你也尽了力了。大乘佛法论心呢，你真的尽力了，哎，这个就圆满了。哦，尤其是什么？你把真心练出来了。哦，你看孔明把他的忠达到极处了，这是会修的人啊。哦，不是说他遇到一个好的领导，他的忠才修得出来。所以净缘无好丑。会修的人，逆境恶缘快速提升哦。啊，所以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任何人障碍不了我们修行的成就。哦，那这个，啊，我们说助修啊，要跟着老人家的教诲，他的脚步，我们效法他。啊，为普世教育，啊，为世界和平尽力。啊，宗教与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哎，这四个，我们尽力去做。啊，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指导我们16个字：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哎，你的家庭啊，哎，夫妻关系和和，啊，孩子也教育得很好，你的亲戚朋友会不会来请教你？啊，我给你保证，一定会有人来请教你。啊，所以老和尚说，从我家做起。啊，我们认识这个，很用心啊，给孩子。从胎教开始教起的母亲，带着孩子到公园运动啊，常常都会有不认识的人走过来。哎，你的孩子很不一样啊，你是怎么教的？为人演，你演得好，你就有说的机会了。啊，你把家经营好啊，广修供养。普贤行哦，啊，你带孩子出去是法布施哦，啊，你分享你的经验无微不施哦，他哎呦，我知道我的教育孩子的问题出在哪你教孩子十几年了，要不要忍辱？要哦，每个孩子都带着性格来啊，你很有耐性啊，陪伴他哦。哎，精进这个当母亲的，饭越煮越好，精进哦。哎，教育孩子的善巧越来越高，这都是精进哦。你禅定啊，在跟孩子相处了，都不会发脾气呀、啊，这禅定功夫啊，不被境界转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哦，那。时时都有善巧方便的，这般若了。啊，你看六度普贤十愿，就在家庭主妇这个啊因缘位置上啊，可以落实。哦，好，哦，那老人家对佛教、
对传统文化乃至对世界的种种贡献呢？哎，我们当地指的明白了。哦，那以他的字为己字啊，但是毕竟我们的因缘、时间、精力呀、有限，我们可以选择啊，我们比较成熟的啊，哪一两个理念呢，好好去落实、去实现。啊，前两天啊，我们在杜塞尔多夫啊，一位77岁的老菩萨啊，他我。应该在啊，杜塞多尔夫弄一个弥陀村啊、哦！我说随喜功德啊，你做主角呵呵啊，虚空非大，兴亡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啊！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啊，真的，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只要你的愿没有退啊，都能赶来不可思议的因缘，甚至是佛菩萨的护持。啊，这一点呢，哎，承德感觉是真的。啊，我曾经啊起过的愿，啊，比方呢。啊，想跟教育界的结缘啊，因为我整个家族啊，差不多一半的长辈都是当老师的。哦，哎，起了这个心呢，哎，后来哎有缘哦，跟100多个校长跟幼儿园园长交流啊，他们安排4节课给我，一节课是1个半小时。就6个小时，讲了一个题目叫“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啊，结果6个小时过去了，感觉好像才刚开始聊而已，啊，4节课就过了，啊，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啊，我那时候在啊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啊，后来又继续讲。总共讲了23节课，啊，把这个主题呀、啊、跟教育界的交流，充分交流哦，哎哎，起了一个愿，哎，有因缘来促成，哦，包含我自己有一个人生很大的遗憾啊，我去读大学的时候，啊，我的学长跟我说，University 有你玩4年。啊、哦，我就真老实听话，真干哦，但是没有智慧啊。这个学长讲错了哈、啊，我没有判断，结果就误了自己好多年啊。当然不能生他的气啊，铁定是我过去生误过他啊，我就随缘消旧业啊。但是化悲愤为力量，误了，毕竟呢。已经回不来了，啊，哎，化悲愤为力量，啊，我的大学被误了，啊，我希望啊，更多大学生不要有这样的人生际遇，啊，所以就想，哎，能不能跟这些大学生结缘呢？哦，哎，后来就有很多机会在大学里面，啊，分享传统文化，哦，还有机会啊，他们新生报到。哦，那学校很有心，办了1个礼拜的传统文化课，啊，那承德去讲了几堂啊，他们还拍下来，后来有一些学校还拿来做新生训练，哎，又满了我的愿呢。哦，所以只要能利益众生呢，哎，我们勇于承担，可以发愿，哎，跟我们的。这个条件比较具足的，我们来承担。啊，护佛种性，常使不绝，啊，护念众生的慧命，啊，护念他的菩提心，好，哦，那承德是有，啊，我们
汉学院院长他最近啊，有跟我们分享老和尚好学的精神。那一开始呢，也提到啊，老和尚对传统文化、对宗教的贡献，所以这个也可以啊，提供给大家，更能深入了解老和尚，那刚好承德7月份回台湾，我们有一位台湾也是政治界的大佬。这个洪玉清委员，哇，他都70多岁了哦，也是老和尚忠实的弟子，很尽力哦，在培养年轻人，我们也是随喜他功德啊，刚好我有去给他们讲了一堂课啊，就是我们老和尚啊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我们越深入，越能够啊。配合老和尚一生的弘化，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好，那看看针对这2天诸位仁者还有没有要探讨交流的？有佛法就有办法。哎，我们有这个信心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信为道源，功德母。我讲说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大家一听有没有？真的吗？哎呀，我现在就有一个很难的事啊，大家可以提出来。哎，有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这个机会。刚才那个法师提到宗教，和宗教要互相支持、互相探讨，全世界宗教和平。我也多年来有一个疑问，就是道家和佛家哪个才是真正属于我们中国的？就是说带有中国特色或者中国血脉的这个。宗教是哪一个？因为好像是佛教是不是它的本身是来源于印度的？是不是道家才是真正的就是中国血脉的一个宗教？另外，是不是我也许我的认知是错误的？如果说道家是带有中国血脉的这个佛教的话，为什么道家在欧洲和全世界是一个没落的趋势？就是没有像我们佛家这么多的，就是信徒，或者是宣传和推广。谢谢法师。好，这个从因缘上看这个道家他们奉的始祖就是老子所以从因缘看呢，那它是中国本土延伸出来的一个宗教。当然，老子一开始也没有说他要创一个宗教了。老子就是把他一生的智慧用《道德经》啊传出来。其实最核心的都是教育。那您可能不知道啊，老子也是佛陀派来的。这个我后来是在有名延寿大师这个是。阿弥陀佛再来，净土宗第六祖，有名延寿禅师，他有一本教诲叫《万善同归集》，他引了《起世界经》，有一部经叫《起世界经》，佛讲到他于震旦方向，印度的震旦呢，就是东北西南方向，就是指神州大地。就是指中国，他遣2大菩萨于震旦方向先去教化，
给我们打基础啊。哦，接着大乘佛法才能接上来。哦，诶，那为什么佛法会先在印度呢？它都有它的缘的。因为啊，印度在3000多年前呢，它是全世界宗教最发达的地方。等于是说呢，已经有修行的人呢，修道呢，哎，他的禅定啊，也不简单了。他已经可以看到有六道轮回了。他已经想要出轮回了。哇，他这一念想脱离轮回，这一念心啊，哎，释迦牟尼佛感应到焦了。所以他示现了，在这个地方做佛。啊，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达到说要出轮回的众生，因为佛菩萨是感应嘛。哎，可是呢，在佛法1000年之后啊，哎，这个就感应到大乘佛法到中国来传了。哦，所以在印度那是有感应、有因缘的。哎，但是大家观察呢，虽然佛法在印度啊，可是慢慢慢慢，印度没有佛法了。因为啊，虽然他有求出轮回的这些很高的修行人，但印度啊，几千年来都是这个种族啊，的阶级非常的分明，等于是什么？他的分别心很重啊！哦，佛法就是要放下分别执着啊。结果呢，他整个文化这个分别执着心太强了。哦，虽然佛也度了很多众生了，但是他这一片土地啊，长久的这个因缘呢，影响还是比较大。哦，所以这个土壤啊，就慢慢不相应了。哎，你看这个大乘佛法就传到中国，结果发扬光大，在中国了。儒释道啊，在我们，这个神州大地开花结果的，那我们现在身为中华儿女，不管你在哪里，都有责任的，和谐世界。哦，正法弘传从哪里？从我心做起。哦，从我家做起。从我社区。哦，因为老和尚当时是说从我镇做起。哦，老和尚这个指导的次第非常有智慧。哦，循序渐进。哦，由内而外。由近而远。因为缘分还是有差异嘛。哎，你越近的，你好先影响他。哦，你的家变成榜样了，哎，自然又能带动更远的人。哦，那在大都市里面呢，从社区是最适合的。好，我当时候就想从社区做了。哦，我说让我考上老师啊，我就在我们社区，因为我们对面就有一个学校啊。哦，而且我已经被取，哎，不，我已经初试考过了啊，190多个人啊，录取21个，入这个啊，进一步的试教啊，结果这21个人只有一个男的，就是我，啊，所以我要去试教的时候啊，啊，他们学校的老师看到是男的，哎呦，今天有男的呢。哦，因为第一关是笔试啊，哇，女孩子比较会写。哦，然后这个另外一个老师说，哎呦，我们现在最缺男老师了。我本来想说10拿9稳了啊，后来还是被取。啊，现在想想啊，幸好没考到。
啊，因为考上了，我现在可能是两个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啊，所以刚好没考上啊，不然我是想在社区做的，哦，所以佛菩萨很厉害，加持我别考上，别考，哦，可能我有另外的因缘，不然我还是有考虑到从社区做起了，哦，可能这个因缘是你们的因缘，不是我的因缘。哎 好，好，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啊！哎，那我这一次回台湾，都给他们唱一首歌，叫《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啊！不能再拖了，你这个红船伦理道德因果的时间因缘，就跟治病一样，拖越久越难治，越早。让正法能够弘传开来，众生越能早一点回头，拖越晚越难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好，来看看还有没有？来，请居士啊。孔子教我们最核心的是什么？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们现在学大乘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功夫不得力？因为我们没有忠恕的存心。你看，一遇到事不如意了，哎，都父母错了，众生没善根，哦，都是别人错了，没有忠恕。忠恕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严以律己，哎，我不能刻薄，啊，我要体恤，啊，宽以待人，哎呀，父母在那个年代呀，能做到这样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哇，你看你这一忠恕存心啊，你的佛法就不会用成要求别人。就不会往外了，一要求别人就往外了，一往内，忠恕了，严以律己了，又包容别人了，哇！你这个佛法，你这个心对了，佛法就用对了。哦，所以你刚刚反思的那些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忠恕不够了。哦，那包含这个。你看，古人留了最核心的人生教诲给我们了。老和尚还特别点出来了，最佩服老祖先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任何事不如意了，啊，不顺利了，哎，是我的问题，从我这里开始调。这个都暗合道妙，暗合大乘佛法的精髓。大乘佛法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是依报啊，随什么？随我的心转。哦，所以您的心一转了，啊，哎，你跟父母的关系，甚至于他们学佛的因缘，都会跟着转。哦，因为你现在是最重要的法轮哦。你是年轻一辈的哦，啊，他们都看着你，你学了之后，果报越殊胜，他们越有信心了，哦，这都分不开的，好，哦，那这个您能这个从这个七个基石啊，哎，这些点呢，哦，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哦，你看我们对照这些教诲，哎，发现自己的不足啊，好、哦，要进一步去改正，啊、哦，就开发我们自性的智慧德能，就慢慢就会透出来了，慢慢就恢复了，啊、哦，也祝福你啊、哦，阿弥陀佛。啊，这位于医师啊，也请。
正好刚才这位同修啊说了这个父母的，所以我现在就说作为父母怎么办？因为就是现在吧，我比如说我大女儿啊，她有2个孩子，然后呢，我会有时间呢，我会看一下管一下什么的。那有的时候就是理念呢会跟她有一点不同啊，或者是我就不成。那怎么办？我就不搞，不知道了。好，这个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哦，所以你现在面对女儿啊，还有外孙女啊，是吧？哦，外孙啊，2个都男的是吧？哦呦，这个。啊，我们这个德国、欧洲好像生男的比较多啊。哦，刚刚那位同学，哦，他在瑞士啊，已经生了3个男孩了啊。好，当然男女都好啊，都可以行菩萨道啊，而且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着一大半。好的，有好的女子啊，才有好的下一代。那我们就要想到老祖宗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现在搞的女儿说：“你不用管了。”哦，那我还是回到我这一颗心。我可能有点着急了，我可能在分寸上啊，没有拿捏好。为什么你要掌握分寸呢？因为你现在不是妈。你现在是 grandmother，你是外婆了。请问原因不一样？请问大家，当妈妈跟外婆原因不一样？不一样喽，方式一不一样，你就要拿捏喽。你当妈，你说了算哦。在教育当中啊。主办圆融，当父母的是主，当外公外婆的是伴，当爷爷奶奶也是伴，配角。父母是主角。哦，哎，这个你首先要认知到，我们华严经说的主办圆融。哦，哎，这个主办就在五伦里面了，不只是你。啊，比方说你在单位里面，啊，你是下属，今天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谁是主？主管，是吧？哦，然后呢，你说一定要这样，哦，虽然你的看法很对啊，你的老板，你的态度这样，他不给你 fire 掉算不错。他就很有修养了，是吧？哎，哦，所以你这个要拿捏了。哎，你劝他不听了，你不能强求。你态度一不好啊，哪怕他最后证明你说的对啊，他也面子拉不下了。假如你的态度拿捏得好，哦，哎，他后面又吃了亏了，他就会更重视你的话。所以啊，其实啊，我们在事情当中在考验我们的耐心呐。哦，你是对的，你态度又很好，一次两次，慢慢对方啊就不好意思，甚至啊要佩服你的智慧。哦，可是你假如在这个过程的方式都是比较强硬。啊，甚至连没给他留面子了。那哪怕他觉得你讲的对哦，他也有一点拉不下脸了。在五伦关系都是这样。啊，无量寿经说：“和颜爱语，劝喻彻净。”哦，弟子规说：“怡无色，柔无声。”哎，这个不只是对父母啊，其实你在伦常里面呢，啊，我们现在劝自己的晚辈。哎，
也尽量啊，心平气和，然后提醒，哎，提醒他不听了，你不能强求。可是呢，他毕竟啊，他做的不对，后面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现前？这个时候又是你讲话的机会点，但是不要翻旧账啊。哎，你就是不听我的吧？你这么一讲，他又不舒服了。调剂人情，你要顾及人心，才能发明事理。哎，古人这些话很有道理呀，你不能没顾到他的感受了。哦，你看，必须先美其长，你要肯定他的付出、长处、优点，待其欣喜啊，他高兴了。善言易怒，你要提醒他的话，他比较容易接受。哦，包含纵使他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出现了，你也不要直接就在数落他，你也说啊，你也是一片好意呀，是吧？哦，你这么一讲，他有被理解的感觉，进一步再提醒。好，这是一个原则啊。当然，你刚刚又提到一个具体的了。他说养不成呢、哎，有时候啊，我感觉呢，我们要学会言语的应对，不要呢，对方一句话就卡壳了啊。你说，哎，养不成，你可以进一步啊，哎，你为什么觉得养不成？你可以发问嘛，这样你才更理解。女儿考虑的点在哪，或者她的思想状态在哪，你才有的放矢啊！我们有时候讲话的习惯就是要说服对方。哦，你那种要说服的时候啊，你就比较没有放松。人一不放松啊，应对呢就没那么灵活。你就可以问啊，是吧？哎，问了，你就可以察觉他的一些点，你就可以透过你亲身经验，甚至于他所认识的亲戚朋友的一些例子，哎，人家确实有养成的咯。再去，但是那个气势不要灌输，不要说服，就启发的，所以我们讲话的技巧、态度啊，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哦，有时候越亲的人哦，你一个态度啊，就会调动他过去的记忆。大家感受到这一点没有？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我才讲一句话而已啊，他发那么大脾气干啥呢？理解不了了。有时候那一句话呢，调动起。你们过去相处的种种印象，他一下啊。哦，所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他会一句话就爆起来啊，可能已经积了有一段时间了啊。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同学，他，哎，我才讲这一句话，我现在干嘛那么生气呢？我说可能呢，你不够关心他一段时间，他突然借题发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啊，要更细心一点，能体恤到亲人的状态，你就会及时给予他爱，及时给予他理解，及时给予应有的这个互动。哦，有时候那个及时没有到哈，七个及时要延伸出来那等那个时机点你没有掌握啊，它就可能产生一些情绪，最后可能会发出来了。好，谢谢您提的问题啊。好，还有无居士，无影居士啊。
刚刚他也举手。对不起，法师，刚才居士他好好先。来来。师父上人呐、啊，各位同修大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默学想提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达成和促进世界和平。在那个影片，刚刚我们观看的影片里头，还有师父您早上所开的开示里头，也有提到四个关系啊，就是国家跟国家，种族跟种族啊，那个政党跟政党，还有宗教对宗教。那么怎么样调整好这四种关系，要从宗教的教育做起。那么我们现在在德国，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可能是基督宗教就是主流，而中华文化这边算是比较不受重视。那么怎么样要在海外，在欧洲提倡这个理念，尤其是宗教教育，因为德国教育体制内其实比较不是很重视这一块，因为觉得宗教那是个人的，他在公共的空间里头算是是被接受的，但是他不会不够重视，是。问题很好哦，那这两天呢，我们也有提到广修供养最好的供养啊，做出榜样来因为你做出榜样啊，人家看了会欢喜因为。老人家在联合国把我们老祖先5000年修齐治平的智慧都有和盘托出给这些各国大使结果他们的反应说是理想做不到了所以老和尚说被联合国逼的在自己故乡做实验。那离婚率、犯罪率快速下降，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得好，他就有信心。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纪录片，2019年，这些大使们到洪明去参观，那洪明的孩子们受的比较多。伦理道德因果这方面的教育他展现出来的气质啊就不一样。包含洪明也带动很多地区现在也发现啊在做一条龙。这个就是榜样的力量。包含这个2017年这些大使们到图恩巴去参观他们看了他们可能之前也觉得哎好难哦。但是去了我看十几个宗教。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所以做榜样就很重要。那当然每一个地区它文化的土壤不一样。东方是儒释道西方是宗教教育。那老人家曾经讲过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问题啊，东方忽略儒释道，西方忽略宗教教育，这样人心就缺乏教化，它就会产生种种个人身心、家庭、社会的问题了。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离开人心，可是人心只有靠教育了。所以在西方社会啊那就变成因为西方在它的历史源流它是政教合一啊。所以整个宗教对于人心的影响比较大。那就要有个人学西方宗教
学得很好，做榜样，个人。啊，我们前几天呢，啊，到英国一个小岛，上面都是修道人了。哇，你一看，他那个笑容就是从内而外发散出来的。你一看到他笑，你就生欢喜。然后到那个地方啊，哦，我们一个同仁，虽然我们都是学佛的，他去了那个地方就觉得，哇，这个磁场太好了。哇，一下子听他们弥撒啊，听他们每天的，用佛门讲叫定课啊，他参加的感动的不得了。啊，他一听有五段祈祷啊，啊，他可能因为啊，很欢喜啊，有感通哦，哦，他还问那个导游，第一段是不是对上帝赞美上帝的话？好，第二段什么意思？哎，他一去讲啊，那个导游说，大概是这样，没错。哇，你看这个心啊，能通了。所以，哎，你看这个在那里修行的人，他就在影响别人。哦，接受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真的身心受用。家庭啊，今天假如有把西方宗教落实的家庭，我相信啊，别人看了也会感动。哦，你看我们以前啊，他已经退休了。也是成就我们英国汉学院的修士校长，他三个孩子都是医生呢。他的太太是专职家庭主妇啊，你看把孩子都培养成才了，啊，很尊重老人呢。你看他家庭非常温馨，进了他们家好多照片呢。那孩子整个成长的照片，包含老人跟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照片，哎，他们就有把他们的宗教教育落实了。哎，你看家庭，哎，看的人家都羡慕他的家庭。再来，学校、单位，我们佛门说五十三参呢，菩萨道在哪？各行各业。那我们呢，这个月啊，是五个礼拜，英国汉学院第五个礼拜天，我们都会有交流，那大家的问题可以写下来，我们，第五个礼拜天是几号啊？哦，9月29，我们再来交流，欢迎大家再一起上来，好，谢谢大家。